你会荡秋千吗？哦，哎呦，哇，怎么屁股翘太高了吧？啊，哇，这里有一个人在睡觉。怎么？为什么你在睡觉？你看哦，你在睡觉。哦，要抓好哦，要抓好哦。哇塞！哦，小心小心，不要拉那边。哎，我自己摇晃的啦。自己摇晃的哦。哦，要荡的时候不可以旁边再拉，会危险。哦。啾，预备 ，Go！ 啾哦，你的脚怎么变这样了？是扁掉了吗？啊？扁掉了吗？这样有很好玩吗？啊？可以借过。就那。然后你躲着，不是我，你躲在那边，然后我躲在那边。那我要怎么办？你要小心不要遇到别人。这样子我会看不到你耶。我们两个就来抓来。啊。好，过来。Go， 好。哎呀，我抓到你呀！哎，我们这是可以玩的那个叔叔。对呀，我们一起玩树叶，你还记得吗？啊，那你们今天哇，你在吃东西，不可以玩树叶。等你吃完了再玩。耶，我们玩树叶。玩树叶。丢车车。啊。带车车。车车丢下去会不会坏掉啊？不会。不会哦。掉下去。就丢下去不会坏掉。还是丢树叶好了。你看，丢车啊，丢了。谁的妈妈？哇，叫那么大声哦！太大声了吧！